Hello, Eve 时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非常开心，非常兴奋嘛。那我觉得迪奥一直都是有一种追求创新的一种精神，但是同时它也跟经典相互结合嘛。那我其实也算是一个还蛮喜欢探索的一个人嘛，所以我觉得两者还蛮契合的。穿上迪奥首先就非常的舒适，然后呢会让人更有自信。我会选择这款马鞍包，因为它就是经典，然后也非常的有艺术，也很时尚，也非常实用。其实背在身上也非常的加分，然后也可以放一些小的物件在里边，所以非常方便。其实如果是有那种非常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是也会去买，但是也会理智的跟对方讲讲价什么的。首先我觉得冬天的话，就是肯定还是暖和为主吧。其次，我每年应该冬天都会去滑雪，这样。那对我来讲，冬天的仪式感，在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穿上羽绒服，现在可能在北京的话，就是下雪就是一种仪式感感觉。应该是我不配吧，因为这首歌才喜欢上杰伦哥的嘛，所以有一种感觉这样子。爱玩，然后爱探索，爱睡觉。小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憧憬，穿西装是什么样子。第一次穿西装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正式嘛，然后呢会觉得相对来讲端庄得体一点，就是会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，就感觉要绅士一点这样子吧。让我有强烈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大人的时候，比如是做演唱会的一些筹备啊，这样一些工作的时候吧，就跟那个广告牌对视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人认出我来，然后就走了这样子。就是当我睁眼起床的那一瞬间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一天吧。想对自己说加油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这样。就说个最简单实际的吧，希望自己发大财。就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东西吧，然后呢不光是身体也好，艺能也好，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提高这样子。 Eve 时尚与你分享所有爱与美好。